你好，星期六新主持阵容抢眼，杨紫檀渐次流量王，何炅为中心。你好，星期六开播以来，主持阵容一直在调整，初期设置了八位，蔡少芬、秦霄贤、布瑞吉、王鹤棣和何炅是常驻，崔磊、冯喜、元帅是见习。但从播出后的口碑来看，新的主持团队并没有让观众提起多大兴趣。之后，赵小棠、蔡文静、谭健次等人加入，蔡少芬、布瑞吉离开。其中，谭健次成了最大惊喜。随着电视剧《猎罪图鉴》的热播，谭健次的热度越来越高。从男团角度看，谭健次唱跳俱佳，具备一线唱跳歌手的能力。《追光吧哥哥》中，谭健次出舞台一首《喉咙》让人记忆深刻。综艺里表现亮眼，又有作品口碑，谭健次的流量在短时间内迅速高涨。除他以外，你好星期六夏日特别企划最重要的嘉宾当属杨紫，她的综艺感非常强，很喜剧人，适合娱乐性质较强的节目。杨紫和谭健次同时出现在你好星期六的主持团队中，有种两人在未尝相思做宣传的感觉。下一期节目，杨紫的好友乔欣、谭健次的好友芙蓉飞会参与录制，值得期待。